要把我们的选择权交到导师黄晓明的手中。晓明老师，哇，杨吉马 James， 震撼力太大了。我们先来看看首先出道的杨吉马，他有什么要说的。对于青春最难忘的是在西藏家乡跟家人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光，喝酒唱歌跳舞，非常怀念。大学是在北京，我发现大都市里面忙忙碌碌的人，我开始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快乐，就把头发剪短了，然后开始花烟熏妆听摇滚。在这一段经历过后，我才发现血液里面的东西是让你真正的得到安宁，所以我选择了传承我们龙巴族的音乐。因为上一场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，只有体验了，只有经历了，你才会得到更大的力量。有请杨吉马带来《情深意长》。谢谢谢谢杨吉马，接下来要登台为我们表演的是 James，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青春宣言。我十岁，我爸爸妈妈离婚，我妈妈一直工作，我觉得我跟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，我比他们孤独，我觉得我妈妈不爱我，是不好的妈妈。可是我长大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是不好的儿子。我有点对不起他。我妈妈看过上一次的表演，非常不好。她从我的脸色马上知道我生病了，她留给我很多讯息。今天我会唱《好久不见》给我妈妈听，我想她知道，我想她，我爱她。有请 James 带来《好久不见》。
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谢谢，谢谢 James， 谢谢杨菊，谢谢。我们的400位梦之声观察团的每一位，你们真该好好想想，你们这个选择究竟选择央吉玛还是 James？ 我个人觉得 James 的版本，连陈奕迅都该好好的听一听。好了，1号紫色键代表央吉玛，2号蓝色键代表 James。OK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导师的想法。央吉玛 James， 一个女神一个男神，但是你们俩上次唱的真的很烂，然后。央吉玛，你今天终于恢复你女神的空灵，唱得很好。老师，我真的不想当女神，我想我就是央吉玛，我不想当女神。Okay. 谢谢。OK，James， 哦，你上次唱的真的非常让我失望，词我也没听清楚，但今天你的每一句都印在我的耳朵里， yes. 我被你感动了。Yes， 你真的今天唱得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真的，我你为什么这次会唱的怎么？我知道上一次非常不好。什么？所以我知道上一次是非常不好，所以我想对不起特别那个音乐老师。上个礼拜我浪费你们的时间，所以对不起。嗯，我的 fans， 谢谢你们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唱这歌的时候是有什么？因为我看你一直在哭，你是有想到了什么吗？因为这一次就是我给我妈妈的歌。你妈妈？因为你很久没有见到你妈妈了，是？对，一年多。有多久？我这个是2年，7个月。OK， 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的导师韩红老师，还有什么要补充？没有了。如果是今天的 James 的话，我会很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其实 James， 我 OK， 我随便再说几句好吗？我觉得 James， 你一直都是很被动，那我以前也是一个很被动的人。但是你既然选择了比赛和舞台，你就要对得起爱你的粉丝，你一定要变得主动，明白吗？谢谢，谢谢小明老师的提点。 James 央吉玛这一队到底谁能够进入到8强？广告之后见。他们的现场 idol 指数，不过因为央吉玛是本周的加时乐词湖人气王，所以没有比之前，央吉玛已经比 James 多了5%的掌声支持率。所以说
我们真的想知道现场400位梦之声观察团他们的选择结果究竟是央吉玛还是 James， 请看大屏幕。63.47% 对41.53%，恭喜你 James。他们真的是好姐弟啊！是，没错。那央吉玛，我们暂时待定，祝你好运。OK，James， just wait a moment。刚才他有一句歌，真的很打动我。刚有一句歌叫做《你的好久不见》，里面有一句歌叫《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》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一句是一句咒语，你在现场再唱一遍，再唱一遍，唱。我多么想跟你见一面。James， 你看那边。我们欢迎 James 的妈妈。James， 赶紧带着妈妈到我们台上来。来来来 ，James 带妈妈来舞台上。Hello， Auntie。欢迎阿姨啊 ，James， 你有多久没见妈妈了？刚才你说的不清楚。半个月，半年了。多少时间？1年多了。有一年多了。妈妈的时间记忆和孩子真的不是太一样。妈妈刚刚已经一直都在后台听 James 唱歌 ，So you hear the James sound now? And would you tell us how you feel now？ 我觉得真是，我为他十分骄傲。妈妈爱你。哇！妈妈有什么祝福要送给 James 吗？我就不要哭了。好，我觉得安慰哈。最后一个问题特别关键，因为刚才 James 上个星期表现像小明说的真的不是很出色，但是今天他遥遥领先我们的，我还是要说女神央吉玛，她会是我们中国偶像的冠军吗？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为妈妈，不过我想这样好了，今天很特别，我们全场的朋友一起用掌声让妈妈陪着 James 走向我们的下一轮胜利之门。相信这一刻对 James 来说真的是太美好、太重要、太难忘了。James， 恭喜你，好好享受，好好陪妈妈今天晚上。